台南超美三间包栋民宿，分享收藏起来吧。泰卡后爱黑梅森，第一家带你们来到位于安平的四季洋房，舒服的木质吊吧台，喝着咖啡，享受宁静。每一间房间都是不同的感受，南洋风格非常的温馨，设备也非常的齐全。共有四个房型哦，这间是最大间的楼中楼六人房，可以整天吊床耍废，也可以全家人一起看电影、玩游戏，施展神奇的水之魔法。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很有氛围哦，在这里待整天度假都没问题。浴室也都是不同风格的呈现哦，天堂鸟的绿意生活，吊椅上的激情，红花的摩登热情哦，每一间都可以感受到房主在经营上面的用心哦。整栋的每个角落区域都值得大家细细品味哦。他们还有提供脚踏车哎，走吧，我们下一间。第二间也是位于安平的四季春风，老屋重新大改造，超宽敞的客厅，还有游戏机和零食哦。模式自楼梯上二楼，会先看到穿衣服泡澡的我。这个浴室超级美哎，未来的家我就想要这样哦。这间可以容纳八个人哦。再来就是进南坊东区的四季和和哦，交通非常的方便，而且我很可爱哦。超大的客厅和超软的大沙发，游戏、麻将、零食、饮料应有尽有，全家大小都会爱上的地方哦。温馨的楼中楼房型，简约的双人空间，小孩的上下铺梦想。各位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三间你们最想住哪里呢？